骑机车想左转，台北高雄各有妙招。所以我们在高雄是会在斑马线这个地方，然后跟着行人的方向就直接。对对对对对。你知道我们台北人是怎么样吗？他就是骑骑有没有红灯，对不对？对。他骑骑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1:01强。